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明镜电视的中国研究院的节目啊。那么我们的这个节目啊，是纽约时间每天晚上12:15啊，跟大家播出。那么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美国出了一本书啊，叫《危险》，讲的是啊，这个今年1月6号前后，美国的啊一个最危险的一个局面啊，其中呢啊透露出了一个消息，说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啊，向这个中国的啊中央军委的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李作成啊上将啊做了一个通报啊，说这个美国的民主机制是稳定的，所以出了这样和那样的一些问题都会解决啊。不会发生战争。如果发生战争啊，李将军，我向你保证啊，我会先告诉你。那么这样一个消息啊，引起现在最近几天啊，这个啊，美国啊，也包括中文的社区非常啊激烈的讨论啊。那么说这个李作成将军的啊接到了这个电话啊，中国什么反应？我没有任何消息。但是米利将军这样的行为是通敌吗？是叛国吗？啊，那么后来啊，我们得到了更多的消息。那我们也在跟啊，这个尽管会拿到这本书的啊样本啊，出版社会提供样本给我们。那么呢，我们会看看这个前文呢啊，前后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整体的情况来看呢，这并不是米利将军的啊一个个人行为，而是得到了国防部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也包括国务院啊，那么这些成员参加。啊，是一个啊，这个非秘密性的啊，即使在当时对外界来讲是个秘密性的，但是在美国的这个外交和情报系统、军事系统，并不是一个啊个人的行为。我不知道对这个事情呢，啊，冯生平先生啊，你怎么看？那这个事儿，我是觉得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儿。你，您能不能打开一下？就几乎可以说，中美两国之间是跟一场战争是擦肩而过，而这个战争呢，还有一定的概率呢，是一场核战争。就我记得去年、今年，我们在很多节目上都讲过这些故事。当时可能我想，很多人都认为是危言耸听吧。那至少我自己是在过去两篇文章里面，我提到过，就中美之间。有可能发生，就是 Trump 为了连任发生军事冲突，后来没有发生，我觉得我可能是过度反应。但现在看来呢，米利这个讲，就这两个电话，实际上就至少他也想的同样的事儿。他这个电话呢，两个电话，一个是去年10月30号打的，一个是今年1月8号打的。那电话呢，这一句话呢是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这么一个，他说：“If we are going to attack, I'm going to call you。” Ahead of time，就是我会先给你打招呼。如果美国要进攻的话，It's not going to be a surprise，不会是个突然袭击。这个电话实际上并不是担心美国会对中国发起战争。如果美国真要对中国发起战争的话，米利是能控制住的。他已经把他手下的那些将军们都通知到了，给他们下的指令就是，如果 Trump 要单方面的下令，要对中国发起战争，尤其是他强调了核战争，那这些呢，不是说不执行，但是要跟他商量，就是要通过他的那个程序吧，有点像当时911的时候，周恩来给四个人打电话，飞机起飞要四个人同时签署，所以在美国方面他是能控制住的。他的这个电话真实的含义，就他要防止的是中国对美国发起所谓的 preemptive attack。就如果中方已经确定美国是要动手的话，那中国可能先动手。这就比如像珍珠港，日本他要动手；比如像朝鲜战争，中国认为呢，美国是会跨过鸭绿江的等等。所以他要防止是这个。这个书里面也提到说，根据美方获得的情报，中方已经确定、确信可以这样说，美国会对中国动手。所以它真实的含义是这样的。那么这个电报出来以后，就是这本书出来以后呢，现在只是一些揭露了，本身的书还没出来，就引起了美国很大的轰动。我是看到美国人在下面的评论，有上千条的评论，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个。
左派呢认为这是他是个民族英雄，拯救了美国，甚至拯救了世界。这左派的看法，右派认为他犯了叛国罪。而一些中国人呢，就是与反共的一些中国人，是痛惜就美国丧失了一次呢和平中国的机会。这基本是这三种回忆。那据《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就是写的这本书，这个邮报记者大家也知道，其实就是当年写就水门事件的同一个人吧。不，他也之前写了几本关于川普总统的书，他跟川普总统面谈了很多次。他最有名的是因为他写了那个就水门事件，他是个揭秘人，他采访了200多人，根据他的说法。那本来这个消息刚出来的时候呢，我是有点怀疑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因为你想一个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跟一个中国的参谋长相当于同样的他 counterpart 打这么一个电话，讲的是这种话，对吧？我会事先通知你说川普现在不稳定，你是背着你的可以说最高司令官，你作为一个参谋长去给打了这么一个电话，是不是真的？但从这两天的情况看呢，确实是真的，因为米利将军那边呢也对这个事做了说明，就说这是他的日常工作范围一件该做的事。所以说这种高级将领啊，就跳过最高统帅私自向对方做出保证，这个是有点荒唐。但这说明一个什么呢？说明中美之间的情况相当不好，就他已经没有渠道了，就没有正常的可以沟通的。比如说像当年美苏之间他有 红电话，当时在 Trump 之前呢，中美之间也有很多渠道，完全不会到了一步就是总参谋长要去打这种电话。这种电话不管你怎么说，但他可以说在他职权范围之内，他美国也是需要跟各个国家的包括俄罗斯的都要做这种沟通，说是这样说。但是你只要看一下这篇东西出来以后这个消息，美国方面的老百姓的两党的反应，你就知道这个实际上是超出常规的一个做法。但是他是为了呢避免一场中美之间由于误判或者误解一场核冲突，目的显然是如此。那么如果当时这个冲突真的发生了，会什么情况发生呢？但是核战是一个选项，它里面也提到了，尤其是当 Trump 要动核按钮的时候。而中国那方呢，据我所知道呢，我有朋友告诉过我，其实在这个之前说中方当时基本上已经得出了结论，就美国会要动手。那得出这个结论以后中方会做出什么反应，我想大家自己推论就可以得出来。就换句话说，如果战争不可避免，从博弈论的角度出发，美国会选择南海。当时我假设没有核战争的话，那中国呢很可能会选择台湾，对吧？原因呢就可以说有三条原因吧。第一，当时实际上是美国在南海就军演，就十月底的时候，包括九月底的时候呢，几乎中美建就是台湾和美国建交，这都是使中国非常焦虑的事情。就为什么我认为美国一定当时会选南海呢？因为南海要打的话是一个科技战，就台湾要打的话是一场肉搏战，而科技是美国的强项，而肉搏呢是中国的优势。用毛泽东的话说呢，就是你打你的优势，我打我的优势，就你从四面来，我只一方去。第二呢，就南海呢，距中国呢非常远，千里之遥，而台海近在咫尺。你去保卫南海，厮杀，你需要呢劳师远征。台湾呢，就探囊取物，就是200公里左右。就第三呢，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承认中国在南海的权益、主权，但是都承认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南海开战呢，中国会落下一个扩张主义的恶名，而且会遭到一种群殴的局面。但在台海开战，美国缺乏法力的依据，军事上呢，他准备也不足，就其他国家也难以的就卷入，就很难知会吧。所以当时上个世纪国共内战的前夕，中共制定了一个策略叫什么呢？就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其实在中美冲突的时候，不光是去年和今年，就未来如果中美要冲突，大概也是同样的一种，就什么呢？就是台海它会进攻的，南海它会防御。这恐怕是一个中美之间一个比较固一个定势了，以后除非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一旦出事多半是美国在南海动手，中国在台海动手，就各打各的优势。
好的，那么请叫彭涛博士。我就对这个，那个什么，参谋联席会议那个参谋长跟那个李作成打电话，从那个避免战争爆发那个这个角度来看，是非常可取的这种行为。因为刚才我也赞同他的观点，刚才说我这边先生谈的这个观点，就是说很可能是中国方面已经这个。认为美国会动手，所以说这个准备，不能做了一些这个什么，先发制人的，比如说这种考虑，美国害怕这个中国误判以后导致这个美中那个发生那个直接军事冲突，所以说这个美国才开始打电话跟那个中国沟通，以避免这个双方的误判，导致一种混乱。这我觉得这是比较合乎这个现实的。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这个消息被传出来？为什么是被故意传出来的？还是因为党派斗争等等各种原因导致它传出来？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也值得推敲。为什么要把它公布出来？公布出来对美国来说有什么影响呀？对这个。这个什么中美关系这个什么，这个互动有什么一个什么影响？现在看得出来，美国军方至少美国军方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深层社会，深层那个什么那个，这个深层国家，他们的这个行为是比较理性的，而且确实当时川普的行为是不可很难预测。到底他会不会动手，或者说，这就是那个什么，至少从中方的角度，他很难判断。当时中方如果说真有这种一些判断，认为他这个可要把要动手的话，中国这是很危险的一个行为。如果说当时这种判断成立，然后中国开始动手，那确实是一个很灾难性的后果。所以说我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个米勒这个将军的这个行为，是非常可取的，应该是他避免了一场误判的导致的战争，至少呀，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再一个，当然从法律和这个国家这个什么机制这个角度来讲，一个将军或者说军舰，这个文官指挥这个军队的这种体制里边，越级比较越级吧，就是说没有通报这个最高指挥官。而采取行为是，当然是，这是一个问题啊，这是一个不太光彩的一件事情。但是，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对，总的来说，我认为这个行为啊，非常说明中美关系在就是说美国的真诚是 deep state 和那个和是比较理性的，是非常这个就是说。不仅是那个，就是说站在只是站在美国的利益的出发，而是站在整个这个什么地区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好的，谢谢。那说我补吧。充一，我补充一句话，就我是看了上千条评论，就是在这个消息之后，美国人的评论，几乎一半称他是英雄，一半称他是叛国，这代表了美国的一种舆论的一种巨大的分裂。好的，那么这个请这个徐光，你的评论是什么？我觉得他这个主要是，像盛明兄前面讲，他主要担心中国出现误判，他依据的就是中国方面有这么一个判断，说美国会对中国发动这个袭击所以呢，就是说他是担心中方出现误判，另外一个他也担心这个川普这个会搞一些军事打击，也引起连锁反应，导致战争。他也担心这那么他当然他也做了预防就是也是盛平前面讲的判断也是对的，要强力的要绕开他，川普可能会有麻烦。但是我们也知道，如果说总统真的要下决心要进行某次军事打击的话，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也是挡不住的，也是挡不住的。
他主要是对这个核战争这个做了一个部署啊，担心这个川普按核按钮。实际上我们回忆当时的情况来讲，佩洛西曾经公开提过啊，这个核按钮在川普手里是否安全的问题啊，他和这个和这个米利也斯坦他们就认为这个川普基本上是疯了。所以在实际上在这个一月六号之后，整个川普政府处于一个非常极度混乱的一个状况，他的很多动作非常让人怀疑，引起怀疑，就是说他已想有所作为，想在国内国际政治有所作为，想用国际冲突来这个争取在国内政治的主动，把他变成一个战时总统，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川普周二的时候他发表了一个声明，说这个沃特伍德的这个说法是捏造的，他说他不相信，他说如果真的话，那米利就是叛国罪啊，而且呢，他说我从未想过攻击中国啊，所以他当时强行换掉了艾斯伯，上来这个米勒将军做这个代理国防部长，想做什么，在最后的时间里头，就是说他的很多举动都让人怀疑他有这个搞军事图谋，搞军事图谋，甚至在国内搞军事图谋的这个意图，包括他在一月六号的这个集会上，他说他也要去议会啊，也要去议会和这个示威者一起去议会，最后他是被贴身的那个安保人员拦住了，说你要去的话，我没法保证你的安全。所以在那个非常时期的时候，基本上米利将军作为一个，我觉得一个非常资深的一个建制派的一个军人，他完全对川普是没有把握，对川普没有把握，所以就是说，对这件事，他和李作成这个通话呢，我认为就是说，他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很负责任的，而且这个双方的这个兵对兵、将对将嘛，就是说，他作为这个三军参谋长会议主席和中国的这个参谋长，他本身是这个对应的一个关系，对应的关系，他们之间就有这个沟通渠道，而且这个在美国呢，他也是没有绕开政治体制，是说在场的有大概15-16个人都在场，他在通话的时候，这个不是一个内部，他并不是一个保密的电话，但是有可能这个。就是他从形式上并没有过啊，就按照他的发言人讲，就是说，他的给对方的所有电话，都配备了人员，都通过了国防部和跨部门机构进行协调通知。可能问题就是他通话的这个内容，这个当时的代理国防部长和总统是不知道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就是。形式上没有问题，他这个是有沟通机制的，他要向对方确保，就是甚至说这句话，就是说美国不会发动主动袭击，这也是美国的一个传统，这个没有什么，就是再次承诺，就好像说我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一样，它是一个再次一个确认的问题。但是我相信他的通话中间也触及到了可能对川普的一些议论啊，这个可能就是说在道德这种军人那种道德或者忠诚的一个角度上来讲，可能会有瑕疵。因为我看到这么一个说法，就是李作成他们通话，李作成担心川普可能会模仿这个希特勒的德国这个国会纵火案来掌握非常权力，这个就说明他李作成他和他探讨了美国的这个权力交接问题，非正常的权力交接的可能性的问题，所以这个似乎就是说米利将军似乎超出了他的通话的内容，某部分是超出了他这个作为联席会议主席的职责的，似乎他也是一个，这个我们需要看书的完整的描述才能最好，这是一个猜测，一个猜测。好的，我现在想请OK， 我现在啊在紧急问请教各位啊一个问题，就是有消息说啊这个拜登总统和
这个习近平主席通电话是他主动打给习近平的，这次确认了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他希望跟习近平举行一个峰会，那么这个消息啊，冯生明先生啊，先生你认为可信吗？为什么？我认为基本可信，因为这个电话大家知道是拜登主动要打的，打了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就说明他很多话想谈嘛，就是就算去掉翻译也至少45分钟，那他中间表示呢，我们俩见个面坐下来仔细谈一下非常正常，但是习那边似乎表示是没有兴趣，但从现在看的我倒觉得习呢应该是就也一样的主动答应见面，因为就从这个米利这个事件就看出，尽管这两个事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就中美之间非常容易发生误解和误判，因为这几年的贸易战把以前的渠道以前的信任很多东西都打掉了，就现在变成了就要做一种非常规的动作来避免危机了。好，彭涛博士，你认为的？我也认为这个，我还是认为习近平不急于见面的可行性要大得多，大于他要急于想见面。当然，如果说拜登也否认了，说他主动提出要见面的话，如果拜登没有说这个话，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如果拜登说了这个话，要希望见习近平，而习近平并没说，据说是没有反对，只是说没有回答，没明确回答。等于是相对来说等于是拒绝了，或者说不了了之。好的，那个徐光先生你认为呢？你认为可信吗？我认为报道可能有误，因为拜登明确说这个事儿不是真的，那么报道呢实际上就有可能把这个拜登和习近平探讨这个见面的可能性这个事情看作了拜登在提一个要约，譬如说探讨了在峰会期间能不能见面的问题。问题是习近平就没想去峰会，所以如果他去了峰会，那见面可能顺理成章的，他不去峰会这个事儿就见面就不可能，就不在这个谈话的范围内。所以我想呢，就是说换句话来讲，就是说拜登他之所以斩钉截铁的说不是真的，是因为他很有底气，他知道他当时谈的是什么，但是有可能这话传到外头，这个所谓知情人士披露给金融时报路透社报道的时候，这就变成了一个拜登提出要约，实际上是在探讨如果你来 G20 开会的话我们见面是怎么搞。但是呢，问题是习近平从疫情爆发之后就没有出过国，而且现在中国对这个疫情还是非常严防死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没有去 G20 这个打算，自然也就没有见面的打算。所以我认为不是拜登主动提出来要见个面，而是探讨了如果你在 G20 这个开会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一个见面，是探讨了这件事。我想再讲一点，两分钟讲一下，就是这个电话的那个前面的故事。其实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呢，就突然一下议会通过了个决议，就说禁止 Trump 对伊朗开战这么一个决议，当天 Trump 就把这个决议否决了，说这具有侮辱性。我在看这个决议以后呢，我也觉得很 surprise， 就是很吃惊，就是没看到伊朗他跟伊朗要开战啊这些。那后来你回过头想呢，就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呢，刚好就发生石油危机，就是油价暴跌，跌到五月份的时候呢，你要买一桶油期货，不光不付钱，就是卖家还倒给你36块钱。就是那一天 Trump 就给美国海军下令，就说凡是有来骚扰在海上运油的那个船只的伊朗舰只，不经警告可以立即击沉。就那因为伊朗以前是经常去骚扰船只，结果那天伊朗当然什么都没动。就从这个事情就可以看出来，其实最了解 Trump 的不是国内那些中国问题专家，也不是我们这些在这儿在研究美国的这一些人士，而是什么呢？而是他的民主党的政敌。就大家多年在一个被窝里面打架，对方有什么功夫，有哪些招数，他们最清楚。因为按照美国法律，总统是可以向任何一个国家开战，然后在60天内再寻求议会的批准。他们知道呢 ，Trump 在打那个算盘，先就给他堵住了，就不准你对伊朗开战。在这之后呢？Trump 的注意力呢可能就转向了中国，所以这本书里面就提到最要防止的就是 Trump 跟伊朗和中国去打仗。因为伊朗那个走不通了以后，中国他就有一定的可能了，因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在中国问题上他们是高度共识的，就如果说要跟中国有一些冲突的话，
那民主党真很难出来反对，所以这个可能背景就在这儿。好的，那么彭德，不是你刚才说米利的相关的事情，你想补充一句，那就一句好吗？那我补充一下，这个到底是对中对那个总统效忠是不是对宪法效忠可以等同，或者对国家效忠等同，这是个问题。在西方，比如说德国宪法一个宪法的规定是每个公民都有权利啊，那个对违宪的行为，国家的违宪行为进行控诉，提起起诉，更谈不上要执行命令了。那么就是所谓的公民不服从的这个行为。那么在那个国家界权力机构也是同样如此。所以说，如果说那刚才谈到，假设这个他们担忧，包括佩洛西也好，这个军界也担忧这个川普会动用核武器，要按那个按钮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梅勒也据说也谈的这个问题是，如果要那个总统下这个命令的话，没有他们的这个军界的这个负责人的这个同意是不允许的，就总统等于是说否定了总统那个使用核武器的权利了。那么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说明他们认为总统违宪，有违宪的可能。如果擅自使用核武器，没有就说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根本性的这个危害的话，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应该说米勒的行为是应该可取的，是可取的。好的，谢谢三位啊，谢谢我们的观众啊，欢迎大家啊，这个感谢大家啊，收看了我们中国研究院的这个节目啊，请给我们的节目点赞啊，转发。订阅民进电视啊，谢谢大家。打开民进电视，每次都是新世界。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不代表民进的观点或立场。YouTube 频道名民进火拍，苹果博客名民进火拍音频版，网站 www.minjinnews.com， 推特 @minjinnews， 脸书 facebook.com。